而光复地区农会超市响应县政府支持志愿服务工作，今年和县政府签约，正式成为了花莲县志工志愿服务特约商店。举凡持志愿服务荣誉卡的消费者，就能够提供相关的优惠。除了是回馈支持志工服务，也希望尽绵薄之力来善尽社会企业责任。烧烫烫才刚出炉的花莲县志愿服务特约商店贴纸就贴在大门上，让全县花莲志愿服务志工能一眼就看见，轻松愉快的入内采买消费享优惠。我们光丰地区农会啊，设立有两家超市啊，提供民生必需品，也提供的我们的生鲜蔬果啊，提供我们消费。我们光丰地区农会呢，今年受花莲县政府评定了，食品贩售业者评定为优等啊，优等哈，这是不错的。光丰农会超市在县卫生局高规格检测考核之下，今年度也通过核发食品贩售卫生分级评核标章，提供在地乡亲民众安全安心的生鲜食品。而现在更是扩大服务范围，和花莲县政府签约，正式成为花莲县志愿服务特约商店，照顾服务花莲辛劳的志工朋友们。当然，最近我们加入一个志工荣誉卡的一个特约商店啊，凡购物在光丰地区农会两家超市购物，只要你凭荣誉卡就有97折的优惠啊，目前应该我们以花莲中区来说，目前我们的店家应该是我们光丰地区有这个志工特约商店啊。光复乡各类型超商量贩店林立，百家争鸣，老字号的农会超市多角化经营服务之外，更不忘善尽社会企业责任，照顾关怀地方弱势，回馈支持志工服务。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。